好，欢迎收看这期的 GG 休斯顿房评。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 Richmond 的这个社区。这个社区的湖很漂亮，社区的房子的价格又非常的好，只有30几万。我现在就坐在它的湖边，然后它的湖真的很美，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感觉。正好我现在是下午4点多，坐在这个地方，有点夕阳西下的感觉了，然后正好湖上波光粼粼的。这个社区呢，位于的位置是 Richmond。 这个社区以前我没有介绍过，因为它位于的 Richmond 的这个区域可能不是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所喜欢想选择。那我们的首先的选择还是 Sugarland 啊、 Kitty 啊这种社区，但是确实这个地方的房价很诱人，位置上又很方便，环境也很不错的。30几万买一个这样的小房子，然后散个步很悠闲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，特别适合如果您退休养老或者家里人不多，孩子如果不是非常需要特殊的非常好的学区的学区房的话，那这个选择很棒。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。如果您对休斯顿地产感兴趣，欢迎加我微信、关注微博联系我，我是 GG， 我们现在看房子咯。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，是一套位于休斯顿 Richmond 这个区域的一套一层的比较高端的一层的小房子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样板间其实只有2个卧室，但是他们是有3个卧室和4个卧室的房子。整体来看的话，这个房子的价位区间是在34万左右的，而且后边有一个很大的湖，所以是相对比较高端的那种一层，比较适合家里人比较少，然后居住环境又比较好的那种。这是我们一进门的这个客厅，客厅的旁边呢就是一个 office，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卧室，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个漂亮的客厅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，厨房的升级是因为它是样板间，所以升级的比较好。但是这个建商叫 Village Home， 这个建商的各种升级都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层呢，是一个挑高11个feet的一层，也就是比较亮堂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是一个 dining room， 就是一个主餐厅。就这样的一个感觉。从主餐厅望出去的湖也是很漂亮的，它这个位置正好占了一个非常好的湖景。待会儿我们去院子看看。可是这个非常美的湖景呢已经卖完了，我们现在还有几个没有这么大但是也有湖景的几个房子，价位区间也差不多是在34万左右。这是主卧的感觉，主卧洗手间。主卧洗手间的大理石用的是比较高端的，然后整体来看都是铺的瓷砖，就这样的一个感觉。然后这面就是一个马桶间，所有的门都是这种8尺的高门，像8尺高门、挑高11个feet等等这些呢，就是因为我要强调一下，这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一层，因为有的一层就20几万，那这个它也是可能有2000多尺，但是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加装升级就会比较少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洗衣房，洗衣房看到的这个地方是个橱柜，这个橱柜也是一个加装的。洗衣房过去这个地方就是车库的位置，双车库。从洗衣房出去呢，我们这边就看到客厅了，其实就是刚才我指的那个小走道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样板间的构造反正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好，
这是另外一个洗手间，因为这个房子只有两个卧室，这就相当于每一个卧室都带洗手间了。然后再往里走呢，就是另外一个卧室。休斯顿两个卧室的房子真的挺少的，而且它还是一个独栋别墅。我觉得它受众可能不会非常的多，但是社区里边依然有很多三个卧室和四个卧室的房子。我们去看一下它这个漂亮的院子。一出门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patio， 从这边望出去真的是好美啊！这个湖特别大，房子才30几万，能给一个这么大的湖，真的是很漂亮。只是说房子面积不是很好，但是如果说退休养老住的话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如果不是退休养老住，有小孩的话，这个房子就有点小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。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社区环境，还有这个房子，新房社区能卖的是哪些户型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，就是南 Kitty， 也就是学区非常好的那个 Kitty。往十号高速公路北边是北 Kitty， 就学区稍微差一点的 Kitty。再往北走，休斯顿的西北方向就是 Cypress 这个区域。然后我们今天再看 West Park 下面的这个区域，就是我们所说的 Richmond 这个区域。这个区域有一部分学区不错。Richmond 再往西南方向走，就是我们平常中国人最多的一个区域，叫 Sugarland 唐城。唐城是离中国城最近的一个区域。那中国城在哪儿呢？中国城就在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圆圈的这个位置，就是中国城。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就是位于 Richmond 这个地方的一个新房社区。这个社区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，你看在卫星云图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湖，然后它还有大门，是封闭式社区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离中国城的距离，它离中国城差不多就是21分钟左右的这个车程，还是很方便的，因为正好这条路非常的不堵车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房子它离Uptown 的距离，它离 Uptown 差不多也就是27分钟左右。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它离小学校的距离，这个离中学啊学校的这个片区也就是4分钟，连1个 mile 都不到，但是都有校车，这个不用担心。然后如果说这个房子离周围的超市的话，超市其实是在穿过小区的边缘的，差不多11分钟到达最近的超市，就是从小区穿过来到超市。